梁祖尧自从同 Mira 合作节目《调教你 Mira》后，成为好友。演唱会后更加发起每日一镜仔行动，发长文轮尽12位镜仔。阿祖今日上载同新一代歌神柳影婷嘅合照，自自己同阿卓同属天蝎座，分外亲切。又踢爆阿卓喺梅窝 cam 入面，同 Anson Low 仲有 Anson Con 抱头痛哭，相信真实嘅情感一定能够感动观众。阿祖又写住话，可能你哋唔会知道，阿卓喺最后两场演唱会，其实拉伤咗大腿肌肉，肩颈亦都拉伤咗。当大家睇到佢狂人日记嘅时候，同阿 Low Dance Battle 嘅时候，个中投入，个中疯狂，嗰种义无反顾，又有边个知道，其实佢出场之前仲系好痛好痛咧？